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在地处黄河之滨的河南省温县，一项影响全世界的健身运动就诞生在这里，这就是陈氏太极拳。拳鼻祖陈王庭创编太极拳以来，太极拳就以其独特的技击与健身功能，在技击与强身健体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陈氏太极拳有陈氏老架、陈氏新架之分。近代流传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，第一路动分静合，不断变化，体现出柔缠中显柔缓稳的特色。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中华武坛的一支艳丽的奇葩。300多年来，经过历代宗师的发扬光大，繁衍出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等不同风格的套路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极拳乃集技击、健身、意志和修性于一体的运动方式，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，其影响遍及世界。陈小旺，男，生于1946年，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曾任河南省体委省武术馆副馆长。自7岁开始，从祖父陈发科、父亲陈兆旭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，后师承伯父陈兆培、叔父陈兆奎深造，精研陈氏太极拳老架、新架各种功法及助班器械，功底深厚，技艺精湛，有擅长推手技击和擒拿格斗，为陈氏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。1980年至1982年，参加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，连续3年获金牌。1985年，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，同年出访日本，并受海外各国邀请授意。1988年，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，参加过太极神功、神盖、陈氏太极拳等影片的拍摄工作，著有《世传陈氏太极拳》《陈氏38式太极拳》等书。1990年移居澳大利亚，巡回交拳于亚美澳各州诸国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94年被温县第3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评为太极拳大师，是当代名扬国际的太极拳名家。
陈氏太极单剑是太极拳套路中短器械的一种，为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庭所创，几百年来在陈家沟广为流传，是最古老的器械套路之一。陈氏太极单剑共49式，套路布局合理，衔接紧凑，剑法清晰，以崩、挂、撩、劈、刺、点、抹、脱、架、扫、截、扎、推、化等剑法，结合太极拳的身法、步法，忽刚忽柔，忽隐忽现，粘黏连随，腾闪折空的变化，处处运用螺旋劲，沉稳轻快，飘洒自然，刚柔相济，构成了套路的特点，真正体现出陈氏太极剑以身运剑，连绵不断，缠绕回旋，续发相变，快慢相间的特点，以及粘黏不散，无孔不入，变化莫测，屈伸往来，刚劲有力的技击技法。在练习陈氏太极单剑时，需在练好拳架的基础上进行，这才能做到以一导气，一气催生，劲贯剑梢，周身一致，圆转自然。
敌视，单剑起势。预备，面南背北，呈立正姿势站立，左手大拇指和无名指小指分别在剑柄两侧握住护手，食指中指轻贴剑柄，手心朝前，使剑脊贴于左臂前，呈反手持剑姿势，右手呈剑指自然下垂于身体右侧，目视前方，两腿屈膝微下蹲，上体保持预备动作姿势，重心右移，抬左腿向左侧跨半步，与肩同宽，随之重心移至两腿之间，两目平视前方，两臂由身体两侧经后向上划弧，绕至与肩平，左手持剑，使剑尖朝下，目视前方，两手向上经前，屈膝向下按至腹前，两手指相对，掌心朝下，左手持剑，剑尖朝左，目视前方，随重心左移，身体微向右转，右脚尖外摆30度，同时左手持剑外旋，由腹前经胸前向上划弧，伸至左前方，略高于肩，剑尖朝身体后下方，随身体左转120度，右脚尖内扣，随即重心右移，收左脚于右脚左前方，脚尖点地，呈左虚步，右手剑指由右侧经上向前划弧，随转体推至体前，与肩平，剑尖朝上，目视前方。第二式朝阳剑，接上式左脚踏实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呈左虚步，两手心朝外，随即与右手剑指一起向外划平弧，分至身体两侧与肩平，目视前方，右脚经左脚内侧向右前方上一大步，同时左手持剑与右手剑指由两侧向下经前，向上划弧，旁至胸前，重心右移，呈右弓步，剑尖朝后，右手剑指手心朝上，目视前方，重心左移，左腿屈膝稍半蹲，右手剑指与左手持剑由体前滑平弧，分至身体两侧与肩平，右手剑指手心朝外，目视前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并屈膝半蹲，左脚滑平弧上步，停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呈左虚步，同时左手持剑与右手相合于膝前，右手握剑柄，左手松开剑柄，目视前方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脚自然下垂，悬于裆内，呈右独立步，同时
右手握住剑柄，两手由下向上托剑至头顶，随之左手长剑指，手心朝前上方，剑尖朝左，目视前方。第三式仙人指路，接上式身体下沉，右转三十度，尾前倾，下肢不动，右手握剑向右前下方划弧，内旋收至胸腹前，同时左手剑指经面前向下与右手相合，目视右下方，右手持剑向右前下方探身发进斜刺，手心向前上方，同时左手剑指外旋由胸前经左向上划弧至左上方，与下次动作对称发力，剑指朝前上方，手心朝外，目视剑尖。第四式青龙出水，接上式左脚向左前方落步，脚跟着地，脚尖勾起，重心在右腿，屈膝松垮，同时右手握剑，右臂曲肘万内旋，使剑尖由右下收摆至前下方，左手剑指内旋由头的左上方收于面前，目视左前方，左脚踏实，重心移至左腿长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，由身体右侧经右腰间向正前上方平刺与肩平，剑尖朝前，左手剑指向左上，手心朝左前上方，剑指朝右前上方，目视剑尖。第五式护膝剑，接上式随身体左转三十度，左脚尖外摆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左腿屈膝松垮，右脚经左脚内侧向前上一步，脚跟内侧着地，脚尖里扣，同时右手握剑，内旋转腕呈弧形向上撩剑，右手心朝里，左手剑指向下与右手合握剑柄，两手心相对，使剑尖朝右上方，目视剑尖，右脚尖外摆落地踏实，随之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脚随身右转180度，经右脚内侧向前上一步，脚跟内侧着地，左脚尖外摆落地踏实，同时两手持剑在体前，由右向上内旋撩剑至身体右侧，略低于肩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右侧方。第六式闭门式，接上式两手握剑，由右侧向左上划弧撩剑至身体左侧，右手心朝里，
左手心朝外，剑尖朝左，目视左侧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屈膝松垮，左脚向右撤半步，脚尖点地，长左徐步，同时左手向右上外旋，上摆180度，保右手臂呈两手握剑，由左侧向右上方外旋，推提至额前方，剑尖朝左下方，目视左侧。第七式，青龙出水。接上式，左脚向左侧开一大步，脚跟着地，同时左手剑指内旋向下收于胸前，右手握剑内旋收于右腰间，剑尖朝前下方，目视前方，随身体左转45度，左脚踏实，重心移至左腿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由右腰间向前刺与肩平，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前，左手剑指向左上方外旋滑弧，架于头的左前上方，手心朝左前上方，剑指朝右前上方，目视剑尖。第八式，翻身下劈剑。接上式，随身体右转90度，右腿屈膝提起，收至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外旋，上提至面前，左手剑指内旋向下合于右手腕，使剑尖摆至身体左侧腰前，右脚向右迈步下阵，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从左上向右下劈至右膝外侧，使剑尖朝右前下方，左手剑指向上摆至左侧上方，目视剑尖。九式，青龙转身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身体转45度，右腿屈膝提起，脚尖自然下垂。右手握剑内旋滑平弧，左摆收于右腰腹前，手心向上，使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前迈半步，正脚落地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左腿屈膝松垮，向左前方开一大步，随身体左转45度，重心移至左腿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向前平刺剑，手心向上，使剑尖朝前，左手剑指收于左腰间，目视剑尖前方。第十式，斜飞式。接上式，随身体右转30度，右手握剑下沉，左手剑指由左腰间向外展开，
滑壶合于右小臂上，重心走下壶移至右腿，随之右腿屈膝下蹲，左腿自然伸直长右弓步，左手内旋下沉至左膝上，右手握剑由左下向右侧上方抹剑，目视剑尖。十一式，展翅点头。接上式，重心左移，右手持剑走上弧线，向左撩剑至额前，手心朝里，剑尖朝左上方，左手剑指与右臂相合于胸前，目视右前方，重心移于右腿，左腿经右脚后向右后插一步，两腿前后交叉下蹲长坐盘步，同时右手握剑从左下向右上方外旋滑壶撩剑，略高于肩，手心向后方，目视右方，左脚跟着地，重心落于左腿，右腿屈膝松垮，右脚向右横开一步，同时双手持剑从右倾下向左滑壶挂剑至身体左侧，剑尖朝左下方，目视右方，重心移至右腿长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剑从左侧下方经上向右侧滑壶，下点于身体右侧上方与肩平，目视右侧。第十二式，拨草寻蛇。接上式，重心右移，长右弓步，随身体右转45度，两手握剑，由右侧经上向右下滑壶，摆至身体右侧与腰同高，
渐肩朝右，目视左侧，脚尖外摆，身体右转180度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抬左脚，轻右脚内侧向前迈一步，脚跟着地，左脚自然伸直，同时两手握剑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由左侧经体前向右侧平扫至右胸腹前，剑尖朝右前方，目视左侧。第13式，金鸡独立。接上式，右脚尖落地踏实，右腿屈膝松垮，两手握剑由右侧经胸前继续平扫至左侧，带至额前与肩平，剑尖朝左侧，目视前方，随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提起，长左独立步，剑尖朝右，目视右前方。第14式，仙人指路。接上式，右脚向右侧落步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脚尖点地，同时两手握剑下沉于胸前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右侧下方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右手持剑向右下方刺出，同时左手剑指展开至左上方，剑指朝上，手心朝左上方，目视剑尖方向。第15式，盖兰式。接上式，左脚向后落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腿屈膝半蹲，同时剑指下沉与右手相合，右手持剑微向上挑，回收于胸前，目视前方，重心迅速左移，右脚快速向后撤半步，脚跟发力，同时右手握剑与左手同时向左右两侧后方发劲，两臂略低于肩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第16式，古树盘根。接上式，右脚先外摆，左脚跟外摆，重心右移，两腿屈膝盘腿下坐，随身体右转90度，右手握剑上捧至额前上方，剑尖朝左，同时左手大拇指在下，虎口张开，握右手腕，左手心朝外，目视左侧方。第17式，饿虎扑食。
上市，左脚经右脚内侧向左侧上一步，同时两手握剑内旋下沉至右腰，左手由反手握剑向左下旋转180度，呈正手握剑，大拇指在右手腕上，剑尖朝左前方与腰平，目视剑尖，重心左移，呈左弓步，松左垮，两手握剑斜向前平四，手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第18式青龙摆尾。接上式，身体先左后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腿屈膝松垮，脚步不动，同时两手握剑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随身体转动，剑下沉，由身体左侧向后经下向右上方滑弧，上提至右肩前上方，右手心朝外，剑尖朝前下方，目视前方，身体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腿屈膝松垮，脚步不动，同时两手握剑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随身体转动，剑下沉，由身体左侧上方向后经下向上方滑弧，上提撩至右肩前上方，右手心向外，剑尖朝左前方，目视左前方。第19式倒卷红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身体右转90度，抬右脚经左脚内侧向右后方撤一步落实，同时两手握剑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由右侧向后经下再向前上方滑弧，上提撩至胸前，剑尖朝前上方力打剑刃，目视前方。第20式野马跳剑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至右腿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胸前滑平弧，分开身体两侧与肩平，右手握剑，手心朝下，剑尖朝左前方，左手长剑指，手心朝外，剑指朝前，目视前方，右腿屈膝抬起，右脚自然下垂，同时右手握剑与左手剑指下沉向内滑弧，合于胸腹前，呈两手握剑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前移至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左脚自然下垂，上体不动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前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抬起，右脚自然下垂，上体不动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前移至右腿，呈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前平刺出，略低于肩，剑尖朝前，手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第21式白蛇吐信。
接上势，随身体左转150度，两手握剑，向左平扫收于腹前，剑尖朝前，手心朝上，目视前方，重心前移于左腿，随即右脚上步至左脚内侧，与左脚并立，两腿微屈，同时身体左转30度，两手握剑，从腹前向前刺出长平剑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22式乌龙摆尾，接上式，左腿屈膝抬起，身体向右转30度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使剑从体前划弧，摆至身体右侧下方，剑尖朝下，目视前方，左脚经右脚前向右前方落步，脚跟外侧着地，脚尖外摆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使剑从身体右下方经后向上向左侧划弧下劈，至身体左腹前与胯平，剑尖朝左前方，目视前方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左腿立正，膝微屈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从体前向左上划弧，摆至左胸前，剑尖朝下，目视前方，随右脚向前落地，右脚跟着地，脚尖外摆，两腿屈膝微蹲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从身体左前方经后向上，再向前划弧下劈，至身体右腹前与胯平，剑尖朝右前方，目视前方。第23式钟馗仗剑，接上式，重心前移至右腿，两手持剑略低于肩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前下方，提左腿向前上步落地，右手握剑，由身体右侧经上向前下方劈剑，重心前移至左腿长左弓步，左手顺势落于右臂，力达剑刃，剑尖朝下，目视前下方，重心后移于右腿，右腿屈膝微下蹲，随即收左脚至右脚左前方，手心朝外，剑尖朝左前下方，左手剑指向左前下方外旋推出，以剑尖有相合之意，目视左前方。
54是罗汉祥龙。接上式，上体不动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目视前下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随即重心前移，长左弓步，同时身体左转15度，右手持剑向左前下方扎刺，左手掌向上，手指朝右向上托住剑柄，与右手相合，目视剑尖。25式黑熊翻背，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提起，身体微向右转，目视右侧方，重心仍在左腿，右腿向右侧迈一步落地，脚跟着地，脚尖勾起上翘，右脚自然伸直，同时两手握剑，随身体右转75度，由左肩前经上向前下方点剑至腹前，剑尖朝前下方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第26式燕子啄泥，接上式，重心前移至右腿，随即左腿屈膝抬起，同时右手握剑，与左手剑指由腹前平分至身体两侧，略低于肩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前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抬起，上体不动，目视前方，随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重心前移至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向前迈一步，左脚着地落实，重心在右腿，同时两手由身体两侧向上合于胸前后，随即向前下点剑，剑尖朝前下方，目视剑尖。第27式白蛇吐信，接上式，两手握剑，先内旋收于胸腹前，随即右脚上步与左脚并立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前平刺，手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第28式斜飞式，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脚向右前跨一步，两腿稍屈膝下蹲，同时右手持剑内旋向下向左划弧，与左手剑指内旋向上向右划弧，相合于胸前，左臂在内，右臂在外，两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左上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右手持剑由左向右经腹前向右上方抹剑，剑尖朝右侧上方，左手剑指下分至左膝上，手心朝前上方，剑指朝左，目视右前上方。
29式英雄斗志。接上式，重心左移，身体左转45度，同时右手握剑内旋，由右上筋膈前向左下滑弧，撩剑至左腰旁，左手随即与右手一起双手握住剑柄，剑尖朝左后，目视左侧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之左腿屈膝提起，右腿屈膝成独立步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左腰旁颈胸前向右上方走下弧，提至额前，剑尖朝下，目视左下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左移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剑尖领进向下向后滑弧挂剑，剑尖朝后上方，重心在左腿，右腿屈膝上抬，同时两手握剑内旋，使剑尖从后上方经上再向右下滑弧，穿剑至腹前，随之两手左右分于身体两侧，与腰同高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前方。第30式，燕子啄泥。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右移，左腿屈膝上抬，向前迈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一起在额前相合，经上向前下方滑弧点刺剑，重心在右，剑尖朝前下方，目视剑尖。第31式，摘星换斗。接上式，左脚尖向内扣，随之重心移至左腿，身体右转135度，右腿屈膝上抬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右摆至右前方，收于腹前，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右前方，目视右下方，右脚向右前方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移至右腿长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右前下方刺剑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剑尖，重心左移偏左腿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使剑尖上挑，长利剑收于右胸前，剑尖朝上，目视右侧方，身体略左转，中心微向右移，左手剑指与右手握剑，同时向左右身体两侧发力推出，剑尖朝上，两臂与肩平，目视右前方。第32式，海底捞月。接上式，左脚尖外摆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身体左转135度，提右脚向左前上一步，重心仍在左腿，同时右手持剑从右向下向左滑弧拦剑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剑尖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同时右手握剑内旋，向上撩剑至右肩外侧，略低于肩，目视右侧，重心在左腿，收右脚至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用剑尖和前刃挑剑收至额前，左手随即与右手一起握剑柄，剑尖朝右下方，目视右侧方。
第33世仙人指路。接上是提右脚向右侧方跨一步，随即左脚跟进收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长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持线从上向右下点剑，左手剑指摆至左上方，目视右下方。第34式凤凰点头，接上是左脚踏实，重心移至左腿，身体微左转，随之右腿屈膝上抬，同时右手握剑，右臂外旋，剑尖朝后下方，左手剑指内旋下落略高于头，目视右后方，右脚经左脚前向左侧交叉落步，随即重心移至两腿之间，左手与右手相合握剑，剑尖朝右后，目视右后方。第35式燕子啄泥，接上是重心移至右腿，随之左腿屈膝上抬，同时两手握剑内旋，由右上方经体两侧下分与腰同高，剑尖朝右侧下方，左脚向左前方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移于左腿，提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同时右手握剑，脚尖勾起上翘，脚跟着地，同时右手与左手相合，呈两手握剑向下点剑，剑尖朝下方。第36式白蛇吐信，接上是两手握剑内旋，由利剑呈平剑收于胸腹前，随即重心前移至左腿，右脚跟进握于左脚内侧，与左脚并立，两膝微屈，同时两手握剑由胸前向左前方平刺，与胸同高，两目平视前方。第37式斜飞式，接上是重心移至左腿，身体左转45度，右脚向右前跨一步，两腿稍屈膝下蹲，同时右手持剑内旋向下向左划弧，与左手剑指内旋向上向右划弧，相合于胸前，左臂在内，右臂在外，两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左上方，目视右侧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右手持剑由左向右经腹前向右上方抹剑，剑尖朝右侧上方，左手剑指下分至左膝上，手心朝前上方，剑指朝左，目视右前上方。
第38式左托前襟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之右腿屈膝抬起，身体左转45度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身体右侧上方向体前下沉，收于胸前，与左手相合，握住剑柄，剑尖朝右，目视前方，右脚下沉落地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抬左腿向左前方开一步落地，上体不动，目视左前方。第39式右托千斤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身体右转90度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使剑尖向上经左滑弧合于胸前，剑尖朝左，目视前方，随身体右转45度，左脚下震落地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提起，目视右前方，右腿向前方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右移，长右弓步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右前方平推，剑尖朝左与胸平，目视右前方。第40式燕子啄泥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45度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同时两手分别向身体两侧下分，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右侧下方，剑指朝左侧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腿屈膝抬起，两臂由身体两侧下方向上抬与肩平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同时两臂由两侧向前上方滑至体前，两手外旋，手心相对，左手剑指朝前上方，剑尖朝右后上方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腿自然伸直，同时两手与胸前相合，握住剑柄，目视剑尖。第41式白猿献果。接上式，重心先左移，再后移于两腿之间，同时两手经额前向后上方环绕滑弧，分开至肩左右两侧，略高于肩，剑尖朝后上方，目视前方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，从身体右侧上方向前弧线平砍，手心向上，左手与右手相合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第42式落花式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踢左脚向左后撤一步，脚掌落地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胸前向左上经后下方，再向右上滑弧撩剑至胸前，走上弧向后撩剑时，身体先左转30度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即踢右脚向右后撤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握剑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踢左脚向左后撤一步落地，
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胸前向左上，颈后下，再向前划弧，撩剑至胸前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即提右脚向右后撤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经右上向下，再向前划弧，撩剑至胸前，剑尖朝前下方，目视前方。第43式，上下斜刺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踢左脚向左后撤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胸前向左上经后下方，再向前划弧撩剑至胸前，剑尖朝下，目视前方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即右腿屈膝抬起，同时两手握剑，使剑尖经前上方划弧下沉，收于胸前，剑尖朝前上方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右前方上一大步，随之重心移至右腿，长右弓步，两手握剑，由胸前向右上方斜刺，身体左转90度，重心微向右移，同时两手握剑，迅速拆腕，由右上方经下向左划弧，摆至身体左前方后，重心移至右腿，两手握剑后收于腹前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腹前向左下方刺剑，剑尖朝左前下方，目视剑尖。第44式，斜飞式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45度，左手呈剑指，与右手握剑，两臂相合于胸前，剑尖朝左上方，剑指朝右上方，目视前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长右弓步，右手握剑，由左向右经腹前向上，同时左手剑指下分至左膝上方，剑指朝左下方，剑尖朝右上方，目视剑尖。第45式，哪吒踏台。接上式，重心
一至左腿，随身体右转45度，右腿屈膝抬起，同时两手内旋，由身体两侧向下、向里、向上滑弧，相合握住剑柄，收于腹前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随即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腿屈膝抬起，上体不动，剑尖略向下沉，目视前下方，左脚向前迈一步落地，同时两手握剑向前下方斜刺，目视剑尖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长右弓步。第46式，怪蟒翻身。右脚向外摆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随即身体右转180度，左腿屈膝抬起，同时右手握剑，左手随剑，由身体左后方向下经前滑弧撩剑至左膝上方，剑尖朝左下，目视剑尖，左腿向左侧开一大步落地，右腿屈膝下蹲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，由上经头上方向右下劈剑，剑尖朝右下方，左手长剑指经左下向上滑弧，分至头部左上方，高于头，目视右下方。第47式，委托献处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即右腿屈膝抬起，随身体左转45度，右手握剑内旋拆腕，由右向左轻劈前滑弧，收于右腰间，剑尖朝左，左手剑指内旋下沉于体前与胸平，手心朝上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外摆，身体左转135度，右脚向右侧开一大步落地，同时左臂屈肘随转体收于胸腹前，目视右侧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由右侧平刺，手心朝上，左手剑指收于左腰间，手心朝上，目视右侧。第48式，磨盘剑。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左腿，随之右腿屈膝抬起，同时右手握剑微屈肘内收，左手剑指由左腰间向左肩外侧上提左开，剑指手心朝里，目视剑尖，随身体右转90度，右脚向右侧开一步落地，脚跟着地，脚尖上翘，同时右手握剑外旋，使剑尖由右侧向左滑弧，摆至胸前，与左手剑指外旋，滑弧相合胸前，剑尖朝左上方，目视前方，身体右转45度，右脚尖外摆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提左脚向右前方上一步，脚尖内扣，同时两手随转体由胸前平分至身体两侧，目视左前方，身体继续右转45度，重心左移，接着随身体右转180度，右脚经体后向左撤至左脚右后方，随即重心移于右腿，两臂由身体两侧平开，随身体旋转，剑尖朝左前方，剑脊朝上，剑指朝前，手心朝外，目视前方，提左脚向前方一步，脚跟着地，脚尖上翘，同时
乘两手握剑，合于腹前，左脚踏实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脚向前跟，不落于左脚内侧并立，两膝微屈，同时两手握剑，由腹前向正前方平刺，与胸平，手心朝上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第49式单剑收势。接上式，两手握剑下沉腹前，同时使剑尖由前向上环绕，收于左臂前，右手握剑随之外旋，放于左手中，剑尖朝左侧上方，目视前方，重心微左移，随即提右脚向右侧跨一步落地，同时左手握住剑柄，与右手剑指由腹前下分两胯旁，剑尖朝上，手心朝前，目视前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收左脚与右脚内侧并立，随两臂由下向后上方倾前，向下环绕一圈，按至两胯旁，两膝微屈，同时剑脊贴左臂内侧，身体直立，两腿并立，呈立正姿势，起收势